看这首《风凄凄意绵绵》哈，这个我们听众也越来越多啊，开始呢我们就带来一些比较轻松的鼓味的这个音乐。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大家就也很熟悉，《南都夜曲》，好不好啊？这首歌是算台南的经典之作。那待会呢，我也来演奏一首叫做《关子岭之恋》啊，待会呢都是一些因为要配合我们后面的什么展啊，美食展哈、啊，美食展，我们用画的呢把每一个摊位最有特色的地方都放在里面了。还没有进去看的请举手一下啊，应该都看过哈、啊。那待会呢大家我看很多朋友哇进去呢要很久才会出来，因为都是在拍照哈、啊，非常的好。那我们赶快带来一首古味的曲子，配合还在里面看展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那我也到台下哈，树下乘凉一下，这边好热。半蹲的一分钟。
谢南都夜曲哈，一首呢旋律非常有回味的这个特色的曲子。接下来呢，我因为我们这个会场也蛮特别的，也欢迎我们的贵宾的莅临啊，我们再到后区的朋友呢走动走动，演奏一下。好，再为后面的朋友呢也带来一首，刚刚是台语的，我们来一首国语的，叫做《我有一段情》，好不好？我有一段情。今天我知道很多画家、艺术家都来啊，大家呢都跟我们洪老师，很有一段情啊。我们现在这边来为大家演奏一下，来，《我有一段情》，谢谢。好，这里面哈有冷气啊，欢迎大家到里面观赏参观一下哈，可以签个名这样子。对不对？掌声，谢谢我们的艺术家的莅临。